想要成为一个时尚的女孩，学会穿搭很重要。但如果你打开衣柜，开始犹豫不知道今天该穿什么衣服的时候，有没有一件单品可以让你百搭又好穿的呢？今天我们不仅要教你挑对 T 恤，还要告诉你怎么穿，穿出你的时尚品味哦。我现在呢就在品牌预约的 showroom 里面，他们的衣服呢都是最纯粹的设计，然后非常的简单，有黑色还有白色。你在这边呢可以放慢速度，不用追求快时尚。那我们呢今天就要搭配一些时尚的单品来给你看一下有什么穿搭的方式哦。大家知道呢，台湾的纺织技术非常非常的好，那他们所有的衣服呢全部都是 made in 台湾，他们设计啊、制造啊、生产全部都在台湾。我今天就来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经典的 classic woman 的 T 恤。那它呢其实有一个大圆领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女生会有锁骨嘛，就是非常漂亮，他们觉得女生就是要露出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呢，它有一个收边的设计，你看这里，就是它如果是放在洗衣机里面的话呢，就不会觉得它松垮或怎么样。还有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合身的设计，所以很适合台湾的女生。那我觉得它其实穿起来呢，就是如果你再搭一个牛仔裤啊，还有这个皮带，就会非常非常有个性，简单又不失时尚，对吧？那我现在呢，手上拿的第二套是 Office Lady，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边有一个不收边的设计，我觉得非常有个性。那它呢其实版型也比较长，还比较贴身，所以呢它其实非常的显身材。像我现在呢身上已经穿了这件白 T 了，那它呢其实就不用扎进去，因为我觉得扎进去其实就会有一种太正式的感觉。它其实非常的帅气哦，我很喜欢那种很有个性的打扮。你搭一个西装外套，然后再搭一个牛仔裤，黑色的、啊、或者西装裤其实都可以，它就可以让你出门上班咯。如果喜欢的人呢也可以来选这个 T 哦。现在呢介绍第三件是 Love and Peace， 它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V 领设计，一样露出你的锁骨。那它为什么这样设计的原因是因为它觉得很符合亚洲人的脸型，会觉得有修饰的效果，而且很好看。然后它呢其实有高腰的设计，它高腰主要也是为了修饰你的身材，所以我觉得就是肉肉的女生，或是你想要有点微露性感的那种感觉的话，我可以选这个单品。那我今天搭的呢是一个长裙，就有非常典雅和气质的感觉。如果你想要去找欧巴的话呢，我建议可以穿这件哦。那我最后呢就来介绍这一件是 Yoga， 它其实呢是一个大圆领，然后呢后面有一个露背，非常的性感，对不对？那其实呢里面也很好搭，它这边只要搭一件运动的小可爱啊就可以了。那我很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吸汗而且快干，然后它的袖口其实是做那种比较收边的设计，然后比较紧一点，所以你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拉起来，然后你就不怕它会掉下来。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做运动都会比较专注，他很讨厌就是做运动的时候一直在掉下来，然后弄上去很烦，你知道吗？对，像这个设计我就会蛮喜欢的。然后它有白色，然后有黑色，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它就是黑色的，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它是短版，可以露你的腰，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本身呢非常喜欢这一件黑色的，因为它其实非常的显瘦。那如果呢就是你想要凸显你的身材，小露一点性感的话呢，我觉得这件会非常非常的适合。那他们这边呢其实会维持50种款式，我今天是挑了4种款式，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搭。其实我想要全部都来搭，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来，所以呢只能就是穿4件给大家看。那它其实除了女生的 T 恤之外呢，它还有男生的 T 恤，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上网去做购买。那如果你想预约试穿的话呢，也可以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就可以来这边帮你搭其他的衣服咯。穿搭并不难，只要拥有百搭的 T 恤，到哪里都可以穿出你的时尚，搭配简单的配件，你就是时尚达人咯。哇塞，好漂亮哦。少女们，你们跟我一样也喜欢花吗？我现在位于的是中山区的巷弄里面一间非常受欢迎的干燥花店。我刚刚推门一进来就被这些琳琅满目的花给包围，好漂亮哦。重点是这里的每一束花呢都是可以保存很久的干燥花哦。这里呢可以分成两个区域，第一个区域这边就是可以自己买回去 DIY， 种类多达50多种。如果你对你自己的手艺很有信心的话，可以买回去自己做搭配。
如果你跟我一样，手艺也不错，但是就是有一点懒的话，也可以选择这里。这边呢，就是店员里面都已经把它打包好了，你看是不是非常细致，而且颜色也很鲜艳，搭配起来好好看哦。这个呢，新娘捧花是店里面唯一可以接受客制化的捧花。除此之外，店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我带你们去看看。再来，我现在在的这一区呢，就是近几年特别夯的永生花束。何谓永生花呢？它就是鲜花经过特殊处理而完成的花。它的特色呢，是保有鲜花的质地与光泽，但是却不会凋谢哦。它的保存期限大概是2到4年。然后这个玻璃罩的永生花是我最喜欢的选项，它颜色好多种，好缤纷，而且你看这个配色是不是很酷？我们正常看到的花都是很鲜艳的颜色，这个是黑色的，然后配上红色的玫瑰花，哇，超级酷！这个呢，送礼自用两相宜。除此之外，这个永生花束呢是店里面最人气的商品哦。你看你在外面买一束花要1-2千块，这样子的花束要1-2千块，但是放一个礼拜就要丢掉了。但是这个永生花束呢，它可以放到2到4年。是不是 CP 值很高呢？你以为我来这边只是逛花买花吗？不是，店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人气的选项哦，就是手作 DIY， 待会就跟着我一起上课去吧。现在来到了教室，这个专门手作 DIY 的教室就在花店的附近。今天要来教我的老师呢，就是 Amy 老师。嗨，大家好，我是 Amy 老师。老师，我想要问你哦，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手作花束，我从零开始的话，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可以教我呢？是，其实很多学员呢，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都是零经验的，不用担心，我们的花式都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教大家。我们就来开始吧。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呢，就是 DIY 手绑捧花。那前面就是我们的材料，那等一下请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吧。好，那做捧花的时候呢，第一我们的工具呢，就是会有一定会我们的花艺剪刀，还有我们的铁丝哦，因为干燥花它质地比较脆弱，所以我们需要用铁丝去做一些加工的动作。好，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花材呢，会有我们的主花，这个是日本的木玫瑰。哇哦，它可以滴香水，可以扩香。真的哦？对，它是一种叫通草的植物去做成的，然后刻成玫瑰花的形状，它可以维持的时间可以维持1到2年以上。然后再来呢，我们还会有这种点缀的花材叫兔尾草。啊，好可爱哦。对，这很多女生很喜欢，毛茸茸的。对对，然后而且它的花语非常特别，很多女生喜欢。是什么？叫做在我面前不用装坚强。好，再来，因为我们今天是做比较自然一点的捧花，好，所以我们还会搭配这种像比较大地颜色的，像这种小麦。啊，小麦。对，然后还有像这个叫做虞美人。这个叫虞美人，美人姐吗？对，就是很像果实，但它有另外一个学名叫罂粟。它没有花瓣。对，它是一种果实。那最后呢，是我们要搭配我们今天主要的叶材类，有我们的尤加利叶。这个尤加利叶并不是无尾熊吃的那一种，不是吗？对，这个是圆形，然后带有点香味的。那无尾熊吃那个是比较长的。然后另外这个呢叫卡斯比亚。卡斯比亚，对，卡斯比亚，它也是那种比较蓬松一点的素材，然后可以占体积，然后上面会有点小像紫色的小花苞这样。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先要处理我们的叶材类，要进行整理跟加工的部分。好，好紧张哦。好了，做完了，你看是不是跟我人一样，很有气质呢？其实刚刚看起来好像一束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哦。其实这束花呢，花了我快3个小时的时间呢。其实花材都是需要经过处理的，像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些尤加利叶，然后一些底材的花材，底下还是要经过一些些铁丝，然后加工处理，让花材更稳固。那花材摆放的顺序呢也很重要哦。像我们刚刚拿的花材，第一根花材、第二根、第三根之后，每一根都要依序的照逆时针，这样子慢慢的摆放，慢慢的摆放，才会形成这样子的花束。当然，美感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哦。你看这个摆放是不是很有哲学，很好看呢？在这边学了很多的技巧之后，回家大家也可以到花店去选购自己喜欢的花，然后带回家自己 DIY 哦。